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本来今天说好了的哈，要请金老师去吃个饭，我都打算好了，请他吃我们门口那个自助鱼，35块钱一个人，有鱼有肉有菜，随便吃，不限量，好安逸哟。但是金老师他不干，他说他吃螃蟹。哎，好嘛好嘛，当姐姐大方一盆儿。来，螃蟹，10个螃蟹，今天管饱，吃完螃蟹不管饭，咸菜也不管。你看那个螃蟹好安逸哟。还加买了个螃蟹，别个现在还给你装点冰，免得那个螃蟹死了。你看，现在处于冷冻状态，好大一个个的。看，你看那个螃蟹那个背上哈，有一个尖尖的，那个就是公螃蟹哈。然后，这个就是。然后母螃蟹的话，那个背上是圆圆的哈，看那个就是母的，那个是公的，那个是母的。把它们挨着挨着都给它刷一刷去洗干净。其实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吃螃蟹耶，开始一直都没吃。你呀？我也是。哦，夹到了！我的妈呀！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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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如果直接蒸那个螃蟹哈，那个螃蟹要到处跑，很容易把那个脚脚给它抠断。然后金老师刚刚跟我说一个偏方，就是用那个温水把那个螃蟹给它烫了要死不死的样子，它就不得动了。我来尝试哈那个新方法。确实哈，好像是不动了。然后我按着按着把它放进来，我就准备用那个蒸笼来蒸。因为今天那个螃蟹有点多，那么如果用一层那个蒸的话蒸不到，用蒸笼蒸两层，把它的肚子朝上哈，那个样子的话它那个蟹黄不得流出来，然后再给它放上一点姜片，再来点葱段，大火哈上去了之后蒸10到15分钟的样子。那个时候我会调个酱汁，然后我这个碗头切了点葱花，然后因为那个螃蟹哈是属于寒性的食物，所以说我们那个姜丝可以稍微多切点，加点醋，再来一点生抽酱油，加两颗白糖提味。可以了，时间到了，关火，螃蟹准备出笼了。哇，好鲜的味道呀！哇，完美了！还有两个哈，在那个蒸格里头已经捡不到了，吃了再去捡。哇，好安逸啊！哦，没得那个黄酒，简直是个遗憾。哎，我有那个白酒，泡的白酒，要不要，秦老师？啊。喝两个珍藏版哦，是我老公的，要不要？哎呦，好烫啊！要啊！好，等了，我去抱。哇，珍藏版，还是可以嘛，看起安逸嘛。你看到没得？全是好东西啊里头。哎，金老师，快拿两个碗来，我给你舀。又喝了好多，2两。先来两斤吧。先来两斤，那你把那个一下抱回去吧。啊，你看那个酒都是黄公黄公的颜色，一人3瓢瓢，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。这个要稳到点喝。啊，我闻一口感觉我已经醉了。有点烧人，这个酒。快快快快快，吃螃蟹！哇，你看那个，刚刚把屁股那儿抠了，就看到那个黄。哇，好安逸，好饱满。那个是它的腮，全部都不能吃，给它抠了。在那个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小片片，也不能吃。看，就是这个。好，剩下的都可以吃了。你看。好不好看？哇，
吃一口满足啊。但是这个酒真的度数有点高，我喝起都觉得好辣哟。啊，喝了点点，感觉整个人都烧起来了。你一块黄那么红呢？啥的？那么大啊哈哈！你一块黄掉了。先去吃了。给我拿双筷子，我把那个壳壳里头的糕给它吃了。嗯，金老师，光吃大闸蟹好无聊哦，不如你来表演一个啥子才艺？啥子才艺？我不会才艺。你唱个歌吧。嗯，好运来。好运来，那个好运来，唱一个噻，你唱啊，我唱的屁啊，哎呀，这套都可以吃吗？嗯，这个不能吃。嗯。就只有它黄那一口举起最爽了。好运来，那个好运来，好运来，什么带来喜和爱？啥不是？你又不唱，怎么办嘛？那你唱一个《年少有为》吧。嗯。不会唱。你谦虚了，谦虚了，谦虚了。那酒哎。干了。我们还是同个杯噻。干了吗？那么烈的酒，你干了，我信都不信。嗯，哇、哦，这个酒真的，你还会发出啊那种声音？喝啤酒不对，应该要发出那种声音啊，最好。这个酒真的好烈呀、啊！我看到我老公他们喝的时候，感觉很享受的嘛。喝起还是这样子的，摇头晃脑的，还装的吧？我有个螃蟹全长肉就好了，干，好多骨头啊！哪里来的骨头嘛？那个壳壳？谁？原谅我，学问比较低。好了哈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哈了，好安逸呀。金老师强烈要求结束了，因为他说他要认认真真的啃螃蟹了，要不然的话怕
螃蟹都被我一个人吃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拜拜。哎，你也说个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我来逛商场了，因为金老师说他想买点莲藕。金老师打个招呼。Hello。金老师，你想买些啥？我想给我爸妈买套衣服。那你把我喊些啥子？因为我觉得你的审美应该和我妈他们一样。你们都是这年代的。好好讲话。可以啊，去看一下嘛。这件好看吗？不好看。那这款穿的季节性比较长。直男的审美。有点老气，我觉得。这种喜欢的话，那种，那也里面有那个。这个好看，但是有点冷的嘛。不冷，还有厚点儿呢，里面加了绒的，加了里面加羽绒的，有那种。其实我觉得这一件还是好看的，叔叔个子比你稍微矮一点，瘦，穿起那种短款应该比较帅气。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一件吧？啊，试一下这一件吧，我觉得这一件看起来行。嗯。有点丑，你没有穿出这件衣服的精髓。哎，其实这件还多帅的。这件穿起出来又显瘦，穿的季节性也长，这种话。但是叔叔要稍微矮一点，穿这个会不会显得没得精神啊？这个不得，他这种不是啥子长。他面料儿结实又好洗。外边有人。这个喜欢。来，走过来吧。我就怕那个稍微有点长。哎，这一家，这一家，这一家怎么样？嗯，看一看。这个。这个吗？嗯，这怎么样？老不老气？这个红色。老气吗？那再换一个，选一个。有点老气。把这个，把这个春天穿的好看。冬天穿的嘛，关键穿冷呐。这个颜色。嗯，这个，这个还行，你试一下。我要试一下，这个是另外收费的哈，是好吃的。那你先试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但是这个衣服会不会长啊？阿姨好像稍微比我矮一点。嗯，应该不会吧？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长，不长吗？嗯。你有1.6米记得吗？1.5米。健康生活，我俩没有。这个。啊，这件颜色会不会深啊？这件颜色。但是非常有品质。你试一下，你来。非常有品质。你来试一下。这件太长了吧？阿姨能穿这么长的吗？啊！太长了，我觉得。啊？会不会太长了？我觉得太长了。有一点点长。他如果穿到小腿这个位置就不会长，如果到脚踝，他脚踝就长了。啊，阿姨可能有比我在这儿哈，在耳朵这个地方。嗯，没有吧？差不多没有。但是要瘦一些，我觉得他要矮呀。嗯。是吧？嗯。我觉得那个衣服太长了。其实开始那天有那么好看？是吗？你吃的，饿了。你才逛那么一下就饿了吗？这衣服是需要体力的好吗？哎呀，好好吃哦，大家都想吃。路过的朋友快来瞧一瞧，本店特产品种齐全，让您买的放心，吃的舒心，是您会众亲友的最佳选择。欢迎品尝，欢迎试吃。
欢迎广大顾客朋友前来选购。妹妹啊，牛蹄糖、小米酥、自制的瓜子麻花要不要？纯手工糖，对啊，制作现卖，手工制作，童年的记忆，儿时的味道，传统工艺，香味道，传统工艺，香脆可口，老少皆宜，方明是吃。欢迎广大顾客朋友前来选购。他两个好像差不多呀。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可以了吧？那个就可以了吗？那只是一个零食，好吗？吃好吃的，吃大餐。这个就是大餐吗？这个就是大餐吗？那我来吃碗螺蛳粉都是大餐吗？啊？对，因为他们要买衣服嘛，然后经济比较紧缺。看在你的孝心上，今天那碗螺蛳粉就算了。再给你点水。谢谢。你还要加蛋吗？肯定呀。怎么样？看我喜欢吃粉儿，我螺蛳粉儿好安逸啊。那你赶紧吃，吃完了再去逛。还要逛吗？对呀、啊。就开始啊，两件可以啊。好大一碗了。这个还大一碗吗？这一碗啊，我感觉只有一包螺蛳粉了。还没吃。不，你不够，你现在的饭量来说，它少了。它那家味道还可以哈。它那家味道还可以哈，有那么臭，主要是，哎，螺蛳，你看，赶紧吃，吃到台去逛呢。好累啊！那碗螺蛳粉只能让我陪你去逛街，不能让我试衣服，这个价码还不够高。就是你给你爸爸买那件短的，我觉得有那么好看。但是我觉得那件长的好一些。你爸爸要矮一点，穿长的有点矬。哎，他们不讲究那些，穿起。我讲究也要穿起好看噻、啊。我觉得应该穿起应该可以啊。那件衣服只是你穿起好看，你爸不一定穿起好看。你要相信我的审美。我穿起，你放心。我穿起好看，我爸爸穿起就好看。你爸爸的气质肯定穿我觉得那件好看些。不，我觉得长的好些。短的。长的。短的。长的。短的。你在怀疑我的审美？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长的好看吗？短的好看？长的。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长的好看吗？短的？没法拍了，散伙。看到要过年了啊，还要打一架吗？啊？那、你赶快吃完了，我们再去试哈那两件衣服。真的短的好看些。长的好看。再去试一下，肯定短的好看。你让粉丝说哪件好看？好，粉丝说哪件好看，我都。
好吧，好。说了，我们再去试啊，那件衣服哪件好？好要的。